游戏哦。没错，我们来好好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。Hello， 小小美人鱼你好。我的女儿也叫小美人鱼耶。美人鱼，你好，你好。非常有精神，但是后面可能是太远了，我们再来一次好吗？后面的小朋友，各位大朋友小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哇哦，太开心了，欢迎大家来参加一年一度哦由新竹市政府举办的万圣节大游行哦。那我要请教现场的小朋友，你们知道我今天的装扮是什么吗？今年呢，我们的主题是电玩风哦。大声一次，不给头！就打吧！我们出发！我们有请小智市长带领着大家一同来出发去找大宝。哇，大家要小心哦，因为今天人潮比去年还要更多。说什么？要说什么？谢谢。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。我看到你拿什么？跟大姐姐说什么 ？Happy。谢谢你，谢谢谢谢谢谢漂亮姐姐，拜拜。姐姐说什么？很厉害，她很标准哎！谢谢你，跟美丽的大姐姐说谢谢。拜拜，谢谢。我要看一下你得什么。谢谢你们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听到。没关系，你可以大声一点，不要紧张。谢谢你们哦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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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谢谢。我刚刚有走过。那可是我们要去拍照。可以，可以。好。美丽的拿着。谢谢美丽姐姐。谢谢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谢谢。谢谢你们，谢谢谢谢。哇，好可爱哦！小星星，好漂亮哦！是蓝狮子。嗨。我们是绿野仙踪。嗨。在镜头嗨嗨。要跟大哥哥说什么？里面大哥哥，里面这边大哥哥，你要说什么？
谢谢你们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哇，好漂亮哦！为什么你背那？你背那是什么？谢谢大姐姐，谢谢，谢谢你们。你们最好了，是我是大姐姐。谢谢，谢谢。太漂亮了！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好漂亮哦！谢谢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谢谢。要拍照吗？干嘛？谢谢。拿。他说我有糖果，你别捣蛋。谢谢你们，谢谢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你看美国队长好酷哦，谢谢。刚刚看到你了，很漂亮，走过去了。谢谢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拜拜。你不知道你拿到什么？谢谢你们哦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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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不知道那是什么。好，那你跟他拍。万圣节快乐！谢谢你，谢谢你，万圣节快乐！你看好多小朋友哦。万圣节快乐！哇，还有，好酷哦！谢谢你。你想跟他拍照吗？你想跟妹妹拍照吗？过来，哎，你看他要给你这个哎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照啊，一二三，耶！再一张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耶！谢谢你们，谢谢，谢谢。不给糖就捣蛋。好，自己拿吧。一点 1, 2, 3，谢谢你。谢谢哦。哇，那是什么糖？巫婆糖哎，好可怕哦！谢谢你。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大姐姐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微微挥挥手，谢谢你，谢谢。谢谢你哦，谢谢你，我问你要说什么，万圣节快乐。谢谢你们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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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人鱼超有气质的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月亮好圆哦。美人鱼的战利品哈、哦。真的、哦，好去吧。满载而归，对不对？装满满哦。好，开始唱，吹呀，吹吹吹吹吹。哦，好棒。旁边都要拿来洗洗，下次还可以用。我的好，我的这个应该怎么办？这好，这上面是摩阿吉的皮吗？对啊，对啊，然后上面是草莓。这你选的、哦，你选这种给爸爸当生日蛋糕，好酷哦！是吗？掉下来。你要偷吃也